你发什么呆？老板，小朋友哈，教师傅可能在做一半。快点，趁他还没下班。 干嘛？要去哪里啊？不要问那么多啦，安全帽。确定是这里吗？没错啊，就是这里啊。干嘛？你怀疑哦？不是啊。哎，陪我进去啦。 不要啦，我在这里等你啦。陪我进去啦，快一点啦！停车。今天跟你们说一个美人鱼的故事哦。但是发生在一座很美丽的海洋，海洋里面呢有珊瑚，有可爱的比目鱼。 这是我姐，姐，这是你朋友小美。这是他女朋友小美。小美，你怎么这么不舍啊？我姐在这边，你也不会说一声哦。